如果任务很简单，那就需要你。我们都变成罪犯了。现在能帮到你们的人，就只有我了。事情一旦解决之后，赏金全归你们，悬赏金是200万美金。你谁啊？哎，后悔了他，说人家之前要先介绍自己。我不喜欢被别人使唤。你喜欢香果？ 我只有一个条件，老大的位置有我在。不可不指挥技能，好不好？我竟然打人了，坐好了。哎呀！赏金猎人怎么变成恐怖分子嫌疑人了？在洗清罪名之前，我们联手的意思。 20 giờ thứ sáu ngày 21 tháng 7 2017 trên K+1, phim bom tấn châu Á duy nhất trên K+.